一死咗就放生啦，如果死晒就当 game over。喺呢个世界入边咧，有一个叫神奇宝贝啊，当年仲叫神奇宝贝嘅东西，不可思议嘅生物。揿一揿中间个掣，你哋有冇人试过玩呢个 game？ 然之后唔知系揿中间个掣，睇一堆日文，你唔会知道系揿中间精灵球嗰个掣咧，先可以弹出嚟。人类同神奇宝贝一齐生活啊，同我哋一齐玩，一齐工作，仲可以通过对战加深感情。原来打交都可以加深感情。OK。呢个少年系你嘅朋友啊！一金化金成咁啊，唔使问都知系叫咩名咧啲人。OK，MK 唔该 ，MK 新啊！探索到最后嘅地方依然一无所获，有人喺度目击到真希嘅闪光精灵，红色李鱼龙嘅传言依然无法证实。呢个系电视台嘅一啲分析啊，或者系一啲报道啊。以上特别节目搜索红色李鱼龙啊，正在咧喺呢一个足。破电视台进行全港嘅范围直播，下周一频道再会。啊、大家咧可能咧有呢啲咧都未必会，即系未必会成日睇呢啲，但其实呢啲都有啲少少嘢，好过瘾。有咩啊？呢、這个好似有咩啊？口袋训练师呢、這个唔系可以攞药水嘅咩？有 V 无线手掣嘅，睇下呢啲。头先有冇见到电视啊？李鱼龙，我觉得呢个湖有啲咩秘密？系呢个湖咩？佢讲，佢系讲呢个湖啊？冇睇到添，大家冇睇到系边个湖啊？深齐湖畔，嗯，到达湖泊咧，即刻搜索呢个红色李鱼龙，会唔会真系一嚟即刻输俾佢咧？大家觉得会唔会输一嚟？你哋多唔多时会输咧？可能錯過啦，總覺得同以前有啲唔同喎。呢個胡橋觀察一下得啦，我哋翻去研究所啦。小輝翻到已經離開四年嘅神路喎。哦，係啊，神路地區好多特有嘅精靈，點解佢會離開咗四年嘅呢度？仲有好多值得研究，要研究呢個博士喎。點解你會離開咗四年翻翻嚟？唔好意思啊，阻讓一讓路，唔好意思啦，不好意思啦，搞咩啱啱嗰兩個人？我哋去頭先個地方啦。做咩？惊草丛唔惊喎，一小阵唔会有精灵嘅，唔会有鬼喎。公文包头先嗰跌嘅，攞翻唔知还俾边，好似叫咩博士喎？系神奇宝贝点会？会唔会即刻匿咗色位出嚟啊？系精灵球咁就可以战斗啦，拣边只咧？嫩叶精灵草苗龟，小猴精灵小火焰猴，企鹅精灵波加曼啊！感觉草龟麻麻地，草龟比较唔系攻击型啦，只能够讲。但系草龟佢有地熟都几劲。上次开台 ，C I 话有 PDCG 咯，但系佢唔系普通训练家啲学校嘛。个博士系研究进化啊，系啊，佢每个博士都有唔同嘅领域嘅啲博士。啊，呢度唔会输啩？对啲咁嘅肥波曼啊，或者咁嘅宝克。我唔会输嘅又，哭声啊，哭声系减攻击啦，系嘛？点会叫哭声嘅？唔系就咁叫声就得嘅咩？即刻爆击就即刻死咗，哇死得啦！你扣得一定缺得啦，赢咗啦已经，有乜可能会输啊？我仲有咩可能会输？哭声，主动攻击人类啊，系啊，啲主动攻击人类。好，最 hea 就系除罗伯嗰个，唔知做啲咩。你话嗰个博士哦，系啊，系嗰度系嘛嗰啲啊，哇！你终于揾到啲咩图佢先系嘛，好犀利哦嗰啲。啊，帝王企鹅最高，帝王企鹅系最高咩？最高唔系火马骝啊，你系讲身高，身高。第一场已经成功赢出啦，各位。几时会打佢嗰个草龟啊？呢个波今日唔错，都系我草苗龟劲啲。我哋用咧都系其他人嘅精灵，会有麻烦噶。已经有麻烦啦！啊，谷文都喺度啦，差啲咧惹博士生气。咩话？你用入边精灵？哎呀，点同佢讲呢个博士咧？呢、這个谷文都系博士啊！使唔使升咧先啊？我哋做咩啊？嗰条友，我哋都系翻去先啊！头先战斗咧，精灵已经受伤啦。BGM 真系听到最舒服啊！我听小辉讲你用个精灵当我检查，我波加曼啊嘛。哦，咁啊，小辉翻研究所啦。系嘅，博士。你等一阵咧，再过嚟咧，一阵见啦。搞咩啊？嬲咗咪讲出嚟咯。系啦，呢个精灵唔使还，我哋翻屋企啦。我哋系咪可以即刻出发啊？啊，可以打怪咯，系嘛 ？OK。
我哋問下呢啲人講咩先。有野生精靈匿埋，如果想打咧就打啦，唔想打就走啦。好，係一個好好嘅提示啊！對於呢個新手訓練家嚟講，通常你哋會捉啲咩咧？你之前係，你哋會唔會捉呢一個嗰啲叫做咩啊？係呢只啦，係呢只啦，戴牙利啊，包牙利係嘛？包牙利係絕對唔會捉嘅咯，相信大家。即刻升個呢先，我絕對唔會死喺野外度嘅各位。其實如果怕死的話呢，我真的一定要現在或者是等遲些，即是在第一個導管之前，我已經要想定用什麼打，不可以臨亂死的，是吧？我已經不記得這個 game 有什麼屬性了，可能要差不多走到過去我才記得。啲中文好怪啊，系啊，啲中文系唔系而家嗰啲啊？对比其他两只差少少，毕竟多数草鱼都系偏袒，系啊。佢嗰只就攻击型嘅，其实都必捉啊，唔系点通关啊？捉边只？捉嗰只大牙利？怀念啊，系啊。咁有几多血啊？好似得翻好少血啫，喂，唔好啦，走啦，都系一死喺呢度喎。我不想死住啊！过嚟俾我 check 下呢个精灵，原来系咁。呢、這个精灵睇嚟好开心喎、啊，帮我加埋送俾你啦。要帮我改名，好帮我改名，叫阿 Ben 啊，阿 Ben，Ben 字 ，OK，Ben 字就叫做 Ben 字 ，OK， 好好听个名。哇，呢、這个咩可以嘛？个湖咧发生嘅事已经听 MK 讲过，虽然系第一次咧，但系咧可以顺利成功控制佢啦。咁我當你同精靈之間已經有感情啦，所以我相信你會好好培育呢個波加曼。你係對精靈友善嘅人太好啦，如果唔係，唉，都係唔好諗啦。跟住又有排講，我記得呢度有排講。接下來咧就係正經嘢啦。我係咧呢一個咧七虎護博士研究咧精靈嘅，我需要了解神道地區全部精靈嘅種類，因此咧需要咧圖鑑進行記錄。呢個就係要拜託你嘅事。呢、這個交俾你啦。好啊，回應得好好啊，但唔好即係 game over。做咩啊？我、哦、你要帮助收集图鉴啊，要打工啊，好啊，加油会支持你。有边啲想捉啊？大你捉啦嘛，大你捉啦，捉啦。啊，成日讲个图鉴系我一个人整啊，一个人搵151只啊嘛。Benji 去啦，可能系啩？呢、這、一个真系要研究一下。哇，好痛哦、啊！黐线，佢好日都唔打我一次，佢得打即刻爆击喎、啊。得啦，可以翻去回血啦。我條血不可以低過一半，一低過一半我就覺得自己條血不夠，開始死了要。23、11、13，頭先不想撳個空白鍵，玩太多 Pokemon 了，撳個空白鍵了，低能。我就想，咦，撳了為什麼沒彈？唉 ，Hello 夜貓你好，哎呀，走出去兩秒就拎到嘢食翻入嚟啊，係啊，我腳情軟啊嘛，即刻回血。护士，我的精灵扣晒血啦，就嚟死啦，快啲帮我回血！嚟啦，我会唔会即刻输呢度？第一场嘅对战啊，佢应该都系冇乞儿噶啦。嗰只雀仔，嗰只雀我都唔知叫咩名，嗰只雀，噪音雀，哇大镬啦，真系大镬呢度！哎呀！哎呀，大我啦，真系，哇，真系输喎，有机会，我真系觉得有机会输喎呢度。拍打先，唉，输得咁样，输硬啦，输硬啦，输硬啦，冇事嘅，正版嚟噶嘛，冇事嘅，应该冇事嘅。吓我唔到嘅，一次咧降咗，唔系降咗两次啫，我仲可以爆击嘅，我做得赢啊，我唔会输噶呢场 ，Benji 爆击啦，你赢到佢嘅冇乞儿嘅啫，哇，好得咁少啊 ，Benji， 我好痛啊 ，Benji 顶唔顶得顺啊你，一定要爆佢击啊，黐线我速度都唔够佢快呢只。頂住啊！
哇！电光石火，你唔系啊，大佬，唔好玩啲咁嘅嘢喎。OK OK， 继续喊。救命！追阿高。我啱先发现咧，原来系女仔嚟，讲乜鬼 Benz？ 冇爆击啊，冇乞儿球啊，你会死噶我。哎，有机会 OK 啦 ，OK 啦，冇啊！哇，好痛啊，真系！你睇落好似唔系好痛，但系其实佢一爆就即刻死嘅呢度会。吸咗三滴血，爆击嘅话应该扣六七滴，得啦嘛？哎，得啦，搞掂！唉，搞掂。钉冇用卢卡，除非开定晴天双打先有用，系基本上系双打先特，系双打特性嚟嘅嗰个系，好在赢到佢啫。我哋依家后面系咪仲有训练家？又有一个喺度，唉，跳落去先，唔好行过，好危险啊！嗰条路死紧啊，阴色术啊，即刻出嚟，好似得两呢啫嘛，四呢，原法师阿 Benji， 唔该你即刻走。呢啲其實好難走唔到嘅，係啦。佢個逃走機率都幾高。好，成功可以翻去精靈中心回血先，唔好講笑。好危險啊呢條路。唉，算啦，唔好啦。定我哋玩叉字福體，會唔會未進就死咗要放生？即係咩？即係你先係捉過呢個波音福，跟住未進化已經放生係嘛？唔出奇啊！波音福已經好易死啊！海老兽都劲系啊，一般系一群住，当只有一只咧失去方向叫声会非常嘈。哎，唔记得改名。Oh my god， 唔记得改名。唔紧要啊，睇下佢先。好，放生呢只，一定要放生，唔系讲笑。一嚟冇改名，二嚟冷静特性。大家知唔知道冷静特性系咩？冷静性格，冷静性格可以翻屋企啦。好，我直接放生呢只，完全唔用得啊呢只。OK， 改名。呢个女仔嚟噶。佢叫咩名 ？Maria 系咪咁样串 ？Maria 系咪咁样串呢个 ？OK，Maria。好，我哋检查一下佢嘅能力值系点先。哇，劲呢只 ！Perfect。我哋已经完美开局啦，各位。嗰只宝黑鹰将会带领，将会陪伴我哋进入呢一个四天王道路度。冷静都有加攻击力啊！冷静的确有加攻击力啊，但系佢加嘅攻击力系特殊攻击力啊。系啊，呢时候就叫 I C K， 所以要有加杀。你想要有只加 I C K 个名 ？I C K， Burger， 哦，龙琴猫啊，Benji Maria。几劲啊！头先嗰只开朗，OK。点解第一关前就放生？唔会啩？开朗喎、啊，应该唔会死嘅，冇咁易嘅。喂，唔系啊，有冇搞错啊？点解命中要害噶？开定个翻译先，工具，工具工具系啊，工具打 S tools S 系咩？呢个 S， 好啊，非常好个名，睇睇先，检查一下咩能力值啊？慎重加特防，加特防减攻好似 ，OK， 我哋升到八咧，我招水技先。暫時唔捉住啊，輪琴貓遲啲再捉。
我哋 一時之間捉太多重咧，會頂唔順咗喺度。靈琴貓 Benji。威嚇喎呢只，咁頭先嗰只係咩啊？威嚇勁喎，要，但係會唔會打死咧？應該唔會啩 ？OK 啦，捉得威嚇手呢只男仔啊，嗯，好 ，OK， 我得翻一個精靈球大喎、啊。OK， 好，翻嚟买精灵球可以。我捉到小猫怪，我哋而家已经捉过三只精灵，其实捉咗三只精灵啦。叫咩呢只？叫做 Keta 唔知咩名嚟。OK， 根性同威吓，根性系咩技？咩特性嘅？根性系咪加工嗰啲啊？啊，系啊，加工啊，咩烧伤加工啊，好似惊死。同埋呢个 game 咧，我都应该要买多啲个 X 档案，买啲 X 档案都 OK 噶。但系其实好贵嘅嗰个道具，好似都六嚿水一嚿，好贵下其实我觉得。大牙你应该五呢度啦，三呢就唔会够我打啦，三呢。唔会够我打啩？究竟我第一只会死嘅精灵系边只咧？我而家有边几只啊？有武黑儿、企鹅同埋大牙你，仲有只两禽猫。大牙你好大机会死，大牙你好大机会会丧命啊！阿 Tours 好大机会死嘅。而家 Keta 同埋阿 Maria 保持啊 ，Maria 呢啲有保住保持，我会保住佢哋两个。啊，好似投票吓，到时我睇下系点样，系咩形式先，睇下系咩形式去将佢哋放生咗佢。嗯 ，OK， 保持依家仲好硬净，我哋系波加曼。哇！爆擊，或者咁多突然之間，夠叻啦！一到九咧，我哋可以去到下一個城鎮，就去幫手布克英星咧，布克兒。四師度邊個死線？喺呢度仲可以玩撞色圍，其實連鎖拆色圍。四師圖嘅暫時有。呢度我哋逃走先。好啦，我得翻20血，其实有啲相当危机。如果佢能够一下打到我差唔多死，我就要食药啦。喺度3呢啫，系嘛？5呢啊？喂，你会有雷技噶，大佬？5呢冇雷技噶嘛，系嘛？撞击嘅 Benji 用泡泡。哇！爆擊喎呢下，撞擊 OK 啊得啦 OK， 好驚喎真係。佢雷擊其實就算係雷即係水降佢都可以打得痛雷擊。哇！超刀勁嚟嘅呢只超刀勁。講咩會同大家對戰真係有意思，可以同各種人對戰。這個唔使打啊嘛。OK， 好多夜晚同日头出没嘅精灵，呢、這个应该系喺珍珠钻石开始引入咗呢、這个啊，唔系、哦，好似金文版已经有朝早同夜晚噶咯。希望可以能够将佢哋带到最终嘅战场，最终嘅目的地系咪呢度啊？学校系喺呢度，呢度好似要打的，我记得系嘛？系啊，实战开始喺呢度啦。呢、這个叫咩啊？朋友仔。与学生直人，哦，卡斯喎、哦，
卡斯六咧，马威亚完杀啦呢度系嘛？应该唔会输俾佢啩你？哇，觉醒力量，醒咩啊呢只？喂，黐线啊！觉醒力量低能，直播一滴血，喂唔得啊，走啊 ，Benji， 替换替换，黐线！哇，见到条血咁样一路拉过去，哇乜料啊你？你咩觉醒嚟啊呢招？好痛喎、啊！觉醒超啊，黐线劲痛喎、啊，痛到不得了喎、啊！佢招觉醒，赢硬啊赢啊！不过唔系佢赢啫嘛，黐线有乜可能？果然喺学校读书唔同啲啊，系唔同啲嘅。我哋拍打算啦，不如好似咁凹痕呢啲技。哇，好惊啊！见到个动画，哇，好惊个动画真系，哇，又爆击啦！双友在冠军之路，完美开局好难胜利，赢眼国家应该唔系喎，佢有嘅话应该有射双黑嘅，如果有黑嘅话，哇，呢个学生真系唔，呢个学生真系劲抽，唔带多几只精灵会好困难，带多几只精灵都好困难。不知点升咧，我争啲俾佢打死啊！好黐线啊！我哋睇一睇，点解佢个特工咁低嘅？定还是佢嗰个咩？头先嘅卡斯佢比较咩啊？卡斯应该系特防高啲啊嘛？差啲啊！鬼门叫系啊！嗰只嘢劲嘢嚟噶，性格虽然唔知个体值啊，不过应该计唔到啊！国超。应该就是觉醒超能力啦，咁痛，冇理由痛成咁噶，14血，我只武黑儿得翻一血啊嘛，真恐怖。好，我哋打多打埋另一个，水又比草，哇，冇记错，草比火黑，火比水黑，草比火黑，火比水黑，水又比草黑。哦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我谂紧，咦，系咪噶？唔记得啦。好嚟啊，睇下呢个系咩人嚟先？仲谂住赢硬啊？哇，又系呢啲啊？哇，好惊喎！几多叻啊？呢卡斯六叻啊！我只冇黑二几多叻啊？三叻唔得，我要换走啦，一阵死啊呢度。阿 Benji 上场。如果呢个觉醒草或者雷咪玩完，但应该唔会好高伤嘅啫，系嘛？又真系觉醒力量啊！觉醒力量其实都某程度上都几麻烦，因为唔知道佢咩觉醒。哇！喂，佢爆咗我死咯，又黐线噶！15冇咁好彩话，喂 ，Benji 死咗真系完噶咯，好难升呢喎之后。好，我哋照打。系啦，呢个星力量，哇，应该都系觉醒超能喎，佢痛得好紧要喎。好啦，呢一下头先咧，点解打咁多？因为我激流特性喺度，啊，偷我觉醒力量讲冇得，系咯，啲有觉醒力量呢啲咁嘅卡斯，但系我顶唔顶得顺咧？佢呢度唔可以再爆击咯。O、okay. K， 拍打啦都系，个精灵球喺度摇，等住就快升咧，边度啊？边度就快升咧？个精灵球喺度摇，哇，好惊喎！呢度爆佢咬死，唉，得啦，点解卡斯咁细只已经咁危险嘅？好，我哋嘅雀仔升咧啦，终于，阿 Benji 都十咧啦，成功。哇，好好！學生千女，虽然我有自信自己好能干，但系都系俾你强大打败。咩啊？训练机啊？唔系觉醒力量啊？呢招佢俾咗招10俾我，10系咩技啊？
真係覺醒力量。有邊個會用覺醒力量過關啊，大佬？真係有人會用咁？一開頭已經俾你俾招咁嘅技能俾你，仲未有飛行技喎，得唔得㗎？會唔會打完勁敵，我哋下次就重新嚟過啦？應該唔會啩？好，來吧，草技，佢會唔會咁快有草技呢？一個我都唔太清楚，真係。嚟啦！我哋嘅呢个使温书打啲啊，想将精灵嘅嘢咧写喺笔记簿度，冇特别啊呢个。啊，你都喺度学习啊！我将黑板上记住啊，为咗唔伤害自己宝贵宝贵嘅精灵咧，呢个先系真正嘅训练师。你嚟呢度做咩啊？有嘢俾我？嗰个地图啊，好似系。我有两个啊，用唔晒俾一个你啦。根本就系俾我个地图。照地图嚟睇咧，下个就系钢铁市，嗰度有道馆啱啱开试试，冇事啦，我要向咧最强之路前进，拜拜。咦，唔使打喎，咁好，最好喺度学习一下唔明嘅嘢，唔使测验啊。关于精灵喺战斗时引起嘅异常状态，想睇边个？冰冻，冰冻系完全无法行动，几回合会自动融化。如果喺冰冻期间战斗结束，就会一直持续。用解冻药嚟治好吧。烧伤功力下降，体力渐渐减少，咁啊冇咩特别啦，呢啲熟毒啊。熟读晒各位，不过唔系啊，呢啲计数 game 嚟嘅啫。Pokemon 系一只计数游戏，好似嗰啲中毒咧，佢有写唔知几多分之一噶嘛，我都唔系好记得啊，系几多分之一啊？系咪16啊？定8啊？唉，口袋手表嘅开发人员正在参加呢个大挑战，帮手揾小丑，小丑好似要打嘅，我记得，使唔使啊？Bingo， 哦，要答咩啊？哦，答问题 ，OK。我仲以为要打添呢个，跟住好似门口有一个，系门口有一个。精灵能够携带吗？是，每个精灵可以携带一个道具，根据道具种类不同产生唔同效果。携带树果精灵战斗入面就会自己用兑换券3。好，呢啲冇咩特别啊。仲有边个？最后一个小丑。好。除了精灵本身，精灵招式都有属性，呢啲完全系放水题噶咯。使用技能属性一致嘅威力咧就会增强，呢、這个就系嗰个属性修正啦，呢、這个就系个所谓嘅搞掂，成功答晒啦。边度啊？嗰个人呢、這个啊？唔系呢个。好，俾只精灵标你啦，攞住。哇哦，哇！提一提，我而家系2:33啦，已经。使用咧触摸笔、触摸下屏咧，即刻可以使用。即刻读个望先，望住呢个表先，有计数机就几呢、這个其实呢、這个功能其实几犀利，但我唔肯定佢到时新 Switch 嗰度有冇啊？我觉得未必有到时。向上行先，向上行先啊！佢冇劲敌要打喎，咁真系唔使打啦。咁我哋行多一阵就差唔多啦，咁啊。大牙狸呢度我记得有个鲤鱼王啊，我记得。Maria。依家暫時主升住佢先啦，等佢升到有招飛行技可以用嚟打草系嘅時候，我哋再換翻奇我屬性，係啦。雷系嗰只電貓咧就靠學習裝置性啊，我已經諗好個計劃啦，各位。哎，有飛行技啦，得我哋轉重，我哋轉做波加曼啦，可以。呢、這個時候轉做波加曼打。Benji 到你上場嘅時候啦 ，Maria 可以翻屋企唞一唞。俾 Benji 上场升一升咧先，拎第四招技，跟住阿 Maria 就等打草系嗰只。哇！呢只已经系草系啦，呢只已经系草系嚟喎，拍打啦。OK OK， 又爆击，点解几率咁高嘅爆击？喂，大镬！哇好痛喎、啊，大佬，很痛很痛，吸咗几多啊？吸咗差唔多十四，玩水好玩水啦，一齐玩水，欢乐玩水时刻，火属性攻击减弱，
究竟有冇人会用呢啲招式啊？系咪有啊？专登整呢啲招式嚟整弱火系，可能都有啊。呢、這个爆击咪两倍，唔知道，好高喎、啊。假面长眉捉得过，假面长眉其实劲嘢嚟嘅，假面长眉系迷你裙女郎。迷你裙女孩啊嘛，迷你裙女孩阿朗啊，点解 skip 咗中间嗰只字？入嗰个矿洞咧，好似系打啲暗射系嘅，咁就系非常之 good 啦。我哋嘅波加曼可以喺入面胜利，我哋嘅 Benji 可以入去胜利，成日都叫咗做波加曼，明明佢叫 Benji、Maria、Tors， 咁呢个打爆机太咩啦？好，呢个系要打劲敌嘅。打埋劲敌啦，不如就打埋劲敌啦，肯定 beat 佢啦，同我比试一下。好，系第一场嘅劲敌赛，究竟会唔会有死亡嘅，即系呢个精灵死亡呢？第一只冇黑儿 ，OK， 七咧冇黑儿，好，佢叫迷你群阿明，阿明，诶，我都有玩水噶，泡沫佢先，好啦，复星攻击啊，冇用啦，我啲特工流嚟噶。有加速就得，有加速就得啦，但系冇加速就一定唔得啦。冇加速嘅情况下，最快嗰啲爆机都要个零两个钟啊，最快啦吓，最快喎，仲要揀边只御三家起先啊。与你同在，打埋第一个道馆太远啦，第一个道馆唔啦，太长嘅直播咧好难剪。我到时呢个咧应该会放翻上 YouTube 嗰度 upload 翻。正直。easy 呢只完全唔系难度，我而家十一厘嘅 Benji 再加 Maria 好似九厘啊嘛，系嘛？有招飞人技，佢只草就佢只草系就完全打唔赢。同埋咧，佢呢度咧，如果你冇练重咧，你冇捉到重咧，你已经输咗啦。因为头先咧，佢用咗两招哭声，用咗两招叫声。如果你冇重换咧，咁你就玩完。我呢度出 Maria 对付草苗龟，咁草苗龟就顺利俾我啄死啦，准备。爆机啊！你与我同在啊！有排啦，爆机。好，同埋我，哎，揿错掣即刻。同埋我唔系为咗打爆机而玩噶嘛，我系为咗睇历史嗰啲嘢嘅。啊，专登睇嗰啲历史嘢，睇下佢会唔会有啲有趣嘅地方啦，同埋同重制版有啲对比啊嘛，到时会有。系啦，非常有效。所以如果你得一隻精灵嘅话咧，你有机会呢度就输啦。精灵嘅体力下降不好，再见啦，草苗龟，我哋嘅 Maria 女郎，完美啊 ！OK， 搞掂搞掂，一二三，应该升唔到呢啩？升到喎，哦，升到好，非常好，搞掂，要口袋发电先。M 其实咩话？我哋输咗，冇错，你输了。其实呢一只即系呢一个挑战咧，死亡放生都系第一次，就算之前嗰啲咩秩序的崩坏咧，都冇做到咩放生呢样嘢。咁所以呢一个挑战咧，毫无疑问系对呢、這、一个对我嚟讲系一个新挑战、新尝试。